大家好，我又回来啦。那今天这一期呢，是温馨版的《白海挑战》第三期。我们上一期说到呢，我们的安娜想要逃离，暂时逃离一下琐碎的一个家庭生活。那所以呢，她现在呢就来泛舟，然后等一下还要再游个泳。我突然在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来让大家一起过来游个泳吧，一起来放松一下。我们的05号、06号、南风啊，还有朱禅，我们一起来游泳。大家都是人鱼了。那小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人鱼特征会不会显现出来，我们安娜和法艾罗生的孩子可能就不一定是人鱼，可能是法师，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大家现在年龄都比较小。我们在第四期的白海挑战里面呢，会让红糖和安娜来黑修一下。众所周知啊，在我的《梦恋人生四》的一个情景剧里面是没有任何禁忌的，虽然说红糖是于安娜的女儿。我们现在到了冬日节啊，红糖现在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不堪重负。然后我们的助理呢，达到4级的运动技能。因为是冬日节啊，我们红糖和安娜呢就互相赠送礼物。礼物的一个实质内容不重要，仪式感很重要。现在家里我们还剩下两个最小的。哎呦，哎呦，这谁呀？这是我们的圣诞老公公。在和我们的萌卡在说话，因为家里面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只能跟猫说话。哎，蓝色的外套还挺好看的。我们来一个人鱼之吻吧。来，我们来让安娜和我们的圣诞老公公暧昧一下，加个粉条。我觉得不一定加满，但是至少可以出现在我们的那个选择栏里面。以后我们安娜火速的回到了家里。安娜在和圣诞老人调情的同时，啊，萌卡在掏垃圾，一点默契都没有。哎呦，我们圣诞老人一下子就来到了1/3的那个粉条了，看来他们两个还是有戏的。我们圣诞老人还送给他一支玫瑰。OK， 他要走了。那现在呢，我们安娜感到不舒服，所以我让他去做点饭吃吧。可能就是肚子饿了，然后再好好休息。我们来烹饪一个什么呢？寿司卷吧。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呢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一般性一个人烹饪的话呢都是烹饪家庭份的。哎呦，蓝燕过来拜访我们安娜，她是我们上一期白海挑战里面在公共游泳池遇到的一位小帅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狼人还是吸血鬼，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身份。我记得不对，我没有记得我捏过他，但是他长得还不错。我们的助理木达到3级的创意技能。因为现在安娜正在忙做饭嘛，我们来让助理六接待一下蓝燕，感觉他是吸血鬼的样子。我们的红糖也到家了，他一直感觉到就是负重不堪。我们来让南风来照顾一下喂食我们的婴儿。我们的寿司已经做好了，那现在为什么蓝燕不到客厅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呢？就一定要站在卧室里面，有点奇怪。我觉得他应该会过来吧，等一会儿。OK， 大家应该都要回家的样子。祝南风正在往家跑，我们的祝有亮已经休息了。我们来让祝禅也回家吧。那现在呢是周四晚上凌晨1点多，我们祝南风正在照顾我们最小的祝零九，然后红糖在照看其他的两个最小的孩子。我们蓝燕在和朱灵武说话。我们的朱灵武真的是一个 social queen。为什么他是橙色的头发？我不记得我们安娜的老公们是有橙色头发的。哦，不对，不仅仅是老公，还有老婆们。我们快把寿司给分完了，做了这么多寿司不吃浪费了。我们蓝燕应该终于过来，就是来客厅拿吃的了。我们南风把我们的09号就直接放在地上，这是我们小娃娃的自由活动时间。那我们这一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我在想，首先呢让这些孩子们都长大到就是可以，也不能说是自力更生吧，就是可以自己走动啊，然后自己拿吃的，并且可以自行增长自己想要的技能。那接下来呢，我想进行一次全家旅行。那最后呢，我让他们搬个家。那现在呢，我们助产毕竟就已经长大了嘛，我想让他和助龄期就是有个更深层的，就是一层亲属关系。我想让他成为助龄期的一个照料者。
那现在呢是礼拜四晚上快到四点，凌晨四点，我们中南风把我们的07号放到小床上。那现在呢，我们大家都酒足饭饱之后呢，我希望就是有人过来打扫一下，跟我们的红糖在做最后的一个清理工作。那现在呢是周四早上7点钟，那我们的南风在玩电脑，我们的07号应该要去洗个澡。天哪，我们的门卡还在掏垃圾，身上这么脏。我在想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这种宠物真的能够掏到点什么。那地上还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奶瓶。我们安娜终于要给朱灵七洗个澡，然后呢我们的朱有料不对朱红糖在选择杂货啊，这就是我们2个星期的吃食。那所以说从这个星期开始呢，就是近2个星期都是我们红糖来操持做饭这件事情。那现在红糖正在等我们的杂货外卖，我们来接受外卖，顺便来打个招呼吧。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打开外卖袋，然后把东西呢把一些食物放到冰箱里面去。哎，填错一个，标准测试05号都快完成了，结果呢他发现所有的答案都填错了一个，他正要开口告诉老师，突然意识到他这样要重新写一次，这真的只是为了解释，这并不会影响他的成绩。那就承认错误吧。我们红糖现在呢要做一份巧克力蛋糕，要给最小的两个啊曾林。厕所的现金存起来吧。他上面说谁说正规教育没用，蝉最后离开这间学校的时候脑袋会聪明一点，荷包也会满一点。不过才20块钱呀。我们现在呢我们寄心在照顾住09，其实应该是08号，然后呢我们南风在照顾住07。我们在想先让哪个孩子增龄呢，两个孩子都现在都比较的烦躁，先让他们先睡一会儿吧。然后蛋糕准备好了没？还没有。哎，桌上怎么那么脏啊？啊，真是家务事一大堆。哎，后面还有一个，还有个尿布啊！天哪。OK， 我们现在蛋糕做好了，我们先来给祝09来过生日吧。有人在吗？他现在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没有人踩他。我们安娜给他换了一张尿布，然后呢，我们就来给他过生日。我们先来吹蜡烛。啊，生日快乐！09号又年长了1岁，他是一个敏感的小孩，不悦的婴儿。啊，因为我们实在是人太多了啦，就是喊安娜一下子管不过来这么多婴儿。我们来给他万人迷的一个特性吧。OK， 那我们现在呢，我想看一下他到底长什么样啊，这个小孩子。我们拿一片蛋糕吧，先把蛋糕给吃了，不要浪费食物。我们来保存一下游戏。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就是也要增龄嘛。我们让季星来做蛋糕吧。桌上的东西给收掉它，他看得真碍眼。小组作业，我们还是要贡献一下。那毕竟呢，就是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嘛。能够好好表现的地方呢，就要表现，也算是一种历练吧。我们寄信达到6级的烹饪技能，我们寄信真的长得好美。哎，我们的09号，我们的09号在哪儿？来过生日啦。我们南风现在正在哄09号。我们的寄信这个肤质像瓷娃娃一样。这个反光反的，我特别喜欢这个发型，还特别的自然，然后飘逸。
蜡烛都插好了，还有哦，我们零九号获得了思考的技能，那帮助幼儿少发火，然后更加的就是有独立自主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的零九号这发型长得像个小男孩，他不是个女生吗？啊，我们家的门卡。啊，他也想吃蛋糕。啊，这只猫猫太可爱了。我们来抚摸一下这只猫猫，然后再给一点点心吧，健康点心。我们先把零七号的年龄给增起来再说啊，然后再管门卡的事情。我们来吹蜡烛。OK， 我们零七号终于又长了一岁了。他之前是一个谨慎的婴儿。啊，他这个发色我超爱的，他一看就是法艾罗的女儿。这小姑娘长挺好看的，就很期待她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她拿一份蛋糕，让她自己先去吃着再说。然后呢，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几天的一个任务，就这一期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些孩子好好的给养大，然后呢，提高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必备的技能啊。那我们下一期呢，然后继续让我们的安娜来找老公生孩子啊，不对，其实不是找老公，就是找捐精者。我们来让零六号和零五号都出来。那我们的零七号获得了沟通技能，这是零五号，我们来让他玩玩具。我们的零六号，获得了达到了两级的创意技能。因为我们家就是太小了，然后我就把这些玩具就放在外面，然后这样子看起来也比较的。我们的零七号获得了思考技能。我们的助零六啊正在非常专心的画画，那助零五呢在和我们的叫什么来着，什么大脚，然后在交谈。哎呦，零七号获得想象力技能。我这女孩子从小就是要养成那种 compassion empathy 的能力，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是女生的 advantage。 我们的助友亮哥哥在教零七号识字任务。我们的红糖和安娜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辩论，那我们的红糖就获得了研究与辩论的一个技能。哎，旁边有个光头在观战呢。现在是周四晚上10点11点左右吧。现在家里我们的助友亮和助零六正在整理在收盘子。哎，我们的助零五还在弹琴，我觉得我们的助零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女孩。我们后院的摇椅上真的是一堆垃圾，我们来收拾一下。哎，我们的助零五达到了两级的钢琴技能。 OK， 我们的红糖是想去休息了。我们的南风和红糖都已经睡下了。零九号感到精疲力尽，他非常的生气，他快要晕倒了，然后希望给他盖上棉被好好的补充睡眠。然后我们的零六号呢达到了四级的社交技能我们来给我们的零九号来讲床边故事。他会自己走向床边的。OK， 睡下了，太好了。我们的零五号达到了五级的创意技能。现在，为什么客厅上地上有一滩水啊？我们的零七号现在感到温暖的火，精疲力尽。他刚才还想吃糖，因为他之前吃了蛋糕嘛，所以他觉得甜食特别好吃。但是我们不想给这么小的孩子经常吃糖，这样不是很健康。那现在呢，我们的零六号零六号再给他来玩一下玩具，然后呢，再给他继续完成他之前没有完成的画作，然后呢，再收拾一下。我们画完画之后再跳个舞，我们的有亮非常的信心满满。那他现在大约就是 teenager 17-18岁的年龄段吧。那他只有小提琴是四级，其他都只有1级到2级。不过 life satisfaction 倒是14级，倒还好的，就说明他还是蛮幸福的状态。男生嘛，就要多锻炼一下，所以我让他练习拳击。我们的零六号那继续进行画画啦。最佳派对主办人，
谁呀、啊？是谁呀、啊？是我们安娜吗？时光如梭啊，眨眼就到了周五的早上7点钟。我们的助产啊，她现在准备要写一本《拍拍这只獾》的书，童话书。其实我们的三楼才是真正的儿童天堂，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就爬不到3楼去，你知道吗？所以就只能够放在啊我们的房子的外面。再过一个小时，该去上学的孩子们就要去上学了。我们的有量助产0506啊，都要去上学。那现在呢，我们家里就只剩下最小的0709号啊，还有我们的大人安娜，鸡心，还有红糖。我们安娜从随身清单里拿出一份胡萝卜给我们的09号吃，我们09号就跟在安娜身后啊。OK， 我们安娜现在来看一下07号，来教她识字，跟她说一下话。我们来让南风来煮一份的1是龙虾饺子，其实还蛮便宜的，只有13块钱。如果说你有全部的，就是材料的话，而且是派对规模的。手法还挺熟练的。安娜也来帮忙去做饺子皮吧。哦，09号好可爱哦，他现在想玩玩具，我都会给他玩玩具。我们先把门卡的吃的和喝的给准备好，然后呢再给他一点健康点心。哇，我们安娜是大厨耶，怎么这么感觉安娜比以前要瘦一点，是因为照顾孩子就使得他变得越来越消瘦吗？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做1是龙虾饺子，我想看一下就是做好后长什么样子啊，好好看哦，出色哎，品质是出色哎。来，我们先拿几份给我们的孩子。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我们再拿一份吧。我们安娜的族谱，我们还有一个儿子，法修远朱烟心，法修远应该是在法埃罗那里，贝尔俊杰啊，在贝尔姐妹那里。就是他们生的孩子就不算在我们安娜的生孩子的一个数量当中啊，因为这样子啊、就不太公平，就有点作弊的嫌疑。这样吧，我还是让安娜去看一下法修远和贝尔俊杰，那毕竟也是自己的孩子，虽然说不归自己管，还是意思意思去看一下，然后并且和我们的情人做一个沟通，去探访一下。我们先去温登堡地段去看一下我们的贝尔俊杰，这是我们和贝尔坎蒂斯生的孩子。我们来喂一个奶，然后呢再来拥抱一下。那这个房间其实是贝尔坎蒂斯他妹妹的房间。哦，好可爱哦，自己的孩子都是爱的吗？我让他增个零吧。关于贝尔俊杰，哎，为什么脸上，哎，这个随机出来的胎记也真的是太不美观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来和我们的儿子来说一点话啊。可能以后交流的时间不是很多。我们等会儿还要去法埃罗的家里面，法埃罗家里面比较的偏僻吧，他家应该在就是什么雪国风光那里吧，西桥区啊。我们的法埃罗是法师，所以他住的地方就有一点
神神秘秘的感觉。我们给我们的法修员这个灵喂个食啊，别睡啊，我们安的好不容易来一次，虽然外面下雪下这么大，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外面堆个雪人之类的，我们来联络一下我们的感情，这样的小孩子会不会被冷死？等会儿再带入室内吧，我们先把这个雪人给堆好。阿姆姆法洛穿的这件衣服也真的是蛮符合他法师的这么一个身份的，就现代法师。以后我们再生女儿的话，就也叫祝纯和祝燕心，就纪念我们胎死腹中的前面两个孩子吧。我们等会要跟法艾罗再寒暄一下之后呢，哦，这个雪人好可爱哦，这雪人就突然一下子就出来了。而我们安娜呢，就是要和她的家庭一起去做一个家庭旅行。那除了最小的两个是待在家里面，就是以防万一嘛，然后有保姆照料。那我们选择是3天的一个旅行。那这一次旅行呢，我们就选择就是大自然风光的一个度假村。那我们可以在就是换个环境找一份新鲜感的同时呢，我想让大家更好的去探索一下就是大自然的一些风光和一些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一直住在海边，然后大家都住在一个比较小的房子里面，但其实房子不小啊，但是在魔女神寺的一个占地面积上来看，就有些地段还是真的面积比较大的。而我们的朱永亮获得了研究和辩论的技能。这栋度假房其实他们的陈设和一些摆设都是蛮简单的，简单而温馨。我们来做一下牛油果寿司卷，不管怎么样做饭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要订购一下用品啊，因为我们把门卡带来了，然后我们结果忘记带来猫盆和猫砂。我们来订购一些书本吧，还有一些杂货。我们来之前这些都没有就是想仔细，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自己做饭，我们可以就是订外卖，订外卖就简单好多。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助产竟然有一双黄色的靴子。哎，这是我们的杂货外带，来接受一下外卖。哎，现实生活中啊，如果你去偏远的地方去旅游，外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我们把那个牛油寿司卷给分掉它，然后我们在一起就是在火炉边聊聊天啊，然后大家聚个餐。那之后呢，第二天或者是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外面来探索一下。那我们还有那个烟熏鲈鱼还有生鱼盖饭，还有那个蛤蜊杂烩浓汤肉炖汤，把这些都吃了，因为再过7个小时不等就要坏掉了。我们要求门卡来躺下，就是他也来度个假。哦，对了，我们是不是还没有买猫砂盆啊，就是猫窝和猫碗。我们把那个放在随身清单里面的食物也一通拿出来吧，我们把大家全部都喂饱。哎呦，这是什么肉炖，然后是蔬菜浓汤。哦，这个炖肉看上去真的好好吃哦。是，哎，不对，是炒鸡肉吗？还是炖肉？哎，你看，这就是我们度假的旁边的一些景色，就跟平时我在现实生活中的 hiking 就差不多的一个意思嘛，就是偶尔放松一下自己，然后去一些比较具有自然风光的地方。在采光的同时，就不要忘记来增加一下我们家里面孩子的一些运动技能啊，或者是思考技能和想象力技能、创意技能。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安娜留下，因为我们安娜还有90个孩子要生嘛。哦，对了，我们先把猫砂盆给买了，我们刚才怎么就忘记买了呢？然后顺便再买一点就是可以放在随身清单里面，就是放了好几天都不会坏的食物，这样子比较方便嘛，万一饿了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了。哦，对，这个猫砂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随身清单里面还有什么一些喝的、吃的，就是会坏掉的，就先吃掉它。哎，我们助灵六获得了唱歌技能啊！我们助灵五达到了6级的社交技能啊！果然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激发出不一样的，可以快点激发出就是不一样的一些技能。我们的纪星和我们的助灵六成为了好朋友。那我现在呢，就先来勘探一下地形，看一下我们度假房子的周围有没有比较有趣的东西可以过来挖一下呀，看一下的。那个小朋友长得像我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书本上面那种啊，穿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野生的草莓啊什么的，可以全部收割一下。然后呢，这里是破碎的 castle。我们刚才是让我们的机型还是安娜收割了巧克力莓，然后这里是蓝莓，然后这里是观看树木、看野鸟群，还挺有趣的。我让我们的孩子0506号过来，哎，这里是寻找青蛙的地方，我们也让我们的孩子有空到这里来看一下。这里是蘑菇，夜间蘑菇。这是我们的小狐狸，我们来给狐狸送个礼，我们来送药水吧。快乐药水还是活力满满药水，随便来一个。我还是蛮喜欢大自然的，但是我很怕就是会走丢。我自己之前就走丢过，你知道吗？哎，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钓鱼的？哦，在这儿，在这儿。我们其实也有超棒的生态，哎，我们让全家就到这个小河边来钓鱼吧，然后一边钓鱼，然后一边来吃一点烧烤。我觉得这个附近应该是有烧烤，一般性都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先让他们都过来，都来给我啊钓鱼，还有抓青蛙和玩水。我们大家都会获得钓鱼的技能。青蛙太滑了，抓不到啊，那是肯定的，因为头几次都是这个样子啊。大家都获得了钓鱼技能，我们的06号。现在我来 explore 一下附近有没有，哦，看到了烧烤的地方，我就知道是有烧烤的地方。一般性钓鱼附近都是有烧烤的地方，我们来烧一下烤，烧一下烤。我们随便烧烤点东西吃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奇奇怪怪的植物可以采摘。我们刚才看到06号获得了2级的新职技能，才2级吗？我觉得他还挺聪明的。我觉得05号可能比06号要聪明一点，就那个橙色头发的小女孩，就是开发智力还蛮早的。来，我们大家钓完鱼之后就来吃一点东西。我们助蝉和助红糖，我们家里的两位美女现在成为了好朋友。以后我们的红糖获得唱歌技能，就吼两嗓子就获得了唱歌技能，其实也挺好啊。哎呦，这里还有两辆车，那身边，那周围没有人呢。哎，这里是一个螺旋的地方啊，当中还有一只蜗牛，是可以拍照，也可以搜索什么东西的在里面。哎，真的是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雪来了，还挺美的。这里还有瀑布，还有当地的一些居民。这是野兔窝呀，我们尝试把野兔给引出来，然后和野兔进行一下社交，拥抱一下野兔，抚摸一下野兔。我们又获得了即兴获得了唱歌的技能，大家来到野外都获得了唱歌的技能。那么安娜捕到鲈鱼，我们红糖达到2级恶作剧技能，祝有亮也是。我们现在呢，哎，现在大家状态都是良好的，挺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06号达到了3级的创意技能。那我们现在就让安娜来到这个旋转螺旋的地方，来看一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助产已经在这里了，我们来搜索一下。好像没有搜索到什么东西，以后再，我们来拍一张照吧，就是纪念我们来过这里。
来 smile。 哎，为什么这里拍出的照片可以这么丑啊？啊，好吧，我们回家。现在已经是礼拜六晚上，快到九点了。但是天色暗下来之后，还是不要在外面逗留的时间太长。而我们的零五号已经回到家了，他感到非常的开心。那他的摄影技能一级，唱歌一级，魅力一级，钢琴两级，创意五级呀。我们家的孩子创意技能那是杠杠的。哦，他在，哇，好懂事啊。哦，不是，他就是洗个手而已啊，我以为他在洗盘子。这垃圾直接放到垃圾桶里面去吧，省得这只猫然后在那里掏啊掏。季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准备要睡觉。我们助禅深受启发，那他应该在镜子前再练习一下演戏和演讲，为自己打气吧，然后再装扮一下自己。我们之后呢会给助禅再搞一下他的一个形象啊。我们大家都应该回到家，但是我们的零五号准备出门游泳。哎，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快到三点了。那么勇敢的吗？那他到底是不是人鱼啊？他好像不是，他是谁的孩子啊？我忘记了。达到两级的烹饪技能，有量达到两级烹饪技能。我在想要不要找一个人跟他一起游泳，这样比较安全一点。恶作剧技能，哦，我们达到了两级的游泳技能。我们助禅还在那里练习演讲。他的健身技能是两级，禅达到了两级的一个演戏技能。我们助禅他是肢体浪漫互动和非肢体浪漫互动，然后胡闹浪漫搜索探索浪漫那就是我们助禅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他的关系偏好就是喜欢有几段浪漫的关系。那他应该是那种表演型人格吧，那我们以后就是帮他设计形象的时候也稍微更加的夸张一点，就更加的粉色一点吧。我们的注意力再次回到我们的零五号，我们零五号还是非常的信心满满。哦，春季到了，他还在游泳吗？哦，他太厉害了，他达到了六级的一个运动技能。我们把视线拉到度假屋里面，我们的安娜呢正在，她要先吃一点东西，肚子垫下，然后做一点家务，然后去做饭吧。我们可以把这些鱼都做成血浆袋，我们试一下。红糖达到五级的一个烹饪技能。我们零五号肾上腺素狂飙，他特别喜欢健身。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一下随身清单里面的坏掉的东西就直接扔掉它，然后呢再打开新的吃食，再吃一点东西。我们零五号正在找青蛙，他找到了条纹土蛙。现在再来看我们的野鸟群，和我们的野鸟进行一下社交活动。然后呢，他就继续去钓鱼了。哇，他的 life satisfaction 是三级。然后我们的助禅还在这里练习演戏。我们零六号坐在厨房的地上在玩玩具。他就比较宅吧，零五号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出门运动。他电子游戏是一级啊，才达到三级的心智技能。我们的零五号三级的心智技能，那零六号现在跟我们的桌游量要在玩桌游游戏。我们桌游量现在是长得已经算是玉树临风的感觉了。好不容易把一个孩子养大培养大。哦，我们的零五号达到两级的钓鱼技能。
现在好像也没有几个技能是达到五六级的吧，但还是要多多培养他。我们七星现在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现在感到腹中不堪，又特别的饥饿。他现在在做饭，我让他买一点健康食品吧，就放在他的随身清单里面，如果他饿的话可以就是先拿出来垫点吃下去。OK， 那他现在我们的05号达到了四级的心智技能，然后别忘了等会还要出去拿外卖。我们朱友亮和朱零六现在正在玩这个游戏，这游戏桌游我之前七八年前经常玩这个游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红糖和安娜正在游泳，然后他们俩都是人鱼嘛，然后在水里面更加的自在。他召唤了一个海豚。我们的05号达到了五级的心智技能，然后又达到了三级的钓鱼技能。原来钓鱼是可以增高我们的心智技能的。我们的安娜现在是前往小屋然后红糖呢就是先给我们的海豚互动一下。我记得之前说过，在海豚的眼里我们人类就像小猫一样的存在。我们的05号还在钓鱼。我们的05号在度假期间真的是增长了很多的技能哦。06号达到了五级的一个运动技能。他有做什么运动吗？他就是在玩桌游啊。我们的记性达到五级的健身技能，06号达到六级的一个心智技能。我们天才05号，我们看一下心智六级，生活满意度四级，然后呢社交运动六级，创意五级。我觉得在过不久的话，我们的05号应该可以就是有一些技能可以是满级的。我们记性现在正在游泳，两级的一个游泳技能。我们把视线转到房子里面吧，我们继续让他游泳。这谁呀？我们的有亮和06号还在玩桌游。我们去奖励商店给有亮买一点药水，这样子他活起来会不会轻松一点。我们05号达到了七级的心智技能然后呢记心是三级的钓鱼技能，然后05号又达到了四级的钓鱼技能。我们来作画吧，既然有一个画架，我们就不要浪费这里的资源。我们的06号正在玩玩具，他应该会增加他的一个创意技能。我们玩玩具玩完之后呢就吃一点东西。我们的猪蝉在睡觉，天哪，这是猪有亮吗？我们的猪有亮洗澡洗完之后呢，我们的零六号就在床上吃东西。我们红糖还在游泳。我们零六号在和我们的猫猫在互动，萌卡在互动。交在猫的眼里，我们人类其实也是一只猫，只不过长得不太一样，但是绝对在他眼里我们是同类。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模拟人生四里面是没有打羽毛球和网球的活动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是蛮喜欢打羽毛球和网球的，所以我希望在模拟人生四里面也可以实现。那我们家里面的05号呢还在继续增长他的钓鱼技能。这个小姑娘真厉害，我们为鱼命名成 Yuki 吧，因为最近听了那个什么歌我们的安娜来过来看我们的05号，因为现在已经天色很晚了嘛，我们安娜还是比较担心我们的小孩。就是达到六级的钓鱼技能，记心达到六级的钓鱼技能记心是大人，我们就随便他去。我们05号现在感觉不舒服，又饿又累。我们呢视线转到06号，
我感觉我们的06号就是一个宅女啊，我们的05号比较喜欢户外运动，那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他们。哎呦，我们的05号现在要回家了吗？ OK， 我们的助产睡着了，我们安娜要回家了。06号达到唱歌等级两级，然后他又达到了6级的一个创意技能，然后呢祝有亮在做饭，看上去挺好吃的，就是像那种韩国的冷面。我觉得嘛，祝有亮要比祝南风长得更加的，可能长得更加的有腔调一点。哎呦，我们的记性快要冻死了，我们快买一点防止冷冻的，就是适应寒冷的药水，看一下其他的可不可以再多买一点。我们的记性终于回到家了，先吃上一口热饭热菜，我们来让他去火炉边取个暖。哎，原来人鱼也会冻死啊，我以为人鱼是不怕冷的，他是热带人鱼。我们的朱零六在向他问好。他们在恶作剧吗？祝有亮然后还是在练习烹饪技巧。那我们这一次做的呢是韩式炖牛肋骨，我们来看一下他做菜的一个过程。他戴的这副防护眼镜还蛮有趣的，这一份好像不是什么牛肋骨，他之前又做了一份面，他应该是先做一份面然后再做牛肋骨。做牛肋骨其实是给大家吃的，我感觉，哎，对，现在才是做牛肋骨的过程。他是一边看手机上面的过程然后一边在做牛肋骨。哦，四级烹饪技能，对，来，我们大家都来拿一份吧，来教大家一起用餐。那我们的红糖现在也在做饭，他做的应该是主食吧。今天是度假的第二天吧，我们来看一下安娜在哪。哦，安娜和祝蝉在水里面聊天，我们的寂静在画画，状态良好。这次画的就是临摹画吧，就是画附近的一些风景。哦，这有只小兔子，这是只野兔。让我们安娜过来赠送一下礼物，反正我们随身清单里面有很多食物。哦，好可爱哦。我们这一幅画算是抽象画吗？是绿色的湖水吗？这是中型古典画，还行吧，直接卖了。哎，我们祝蝉到家了，正在做饭。我们的祝零五现在也在家里面玩玩具，这是可以增加想象力技能的这么一项活动，我们先来保存一下。我感到非常的顽皮。零六号在饭后呢，在和蒙卡在玩。我家里的猫超级爱玩这种激光笔的，就是它可以玩30分钟到一个小时。我们季星在和外面的小朋友打个招呼，他应该是当地人吧，就是正好路过。这衣服是他们的校服，我觉得。我们来把厨房里面做过的，哦，这是鲜果乳酸巴菲。我们把厨房里面做好的吃的东西给吃掉它。我们零六号真的好喜欢这一个紫色的羊驼，还是不对，好像是什么有翅膀的
恐龙之类的。然后我的门卡就是待在零六号的身边。我们零五零六号现在在玩纸牌游戏，获得逻辑技能，画笔的召唤。哎，我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是蓝色的。哎，这个人好挺眼熟啊。对啊，这是我之前捏过的那个任力啊。啊，好吧，我们就掺在写作业，一边写作业还一边唱歌。我们度假的时候也是要做寒假作业的。哦，想到之前做寒假作业就特别的纠结，我们老师就会布置超多超多的寒暑假作业。然后呢，我们一般性班级里面的同学都会在就是开学前一个月就拼命的补。零六号达到了七级的创意技能，还挺厉害的，有创意啊，就什么都有了。因为以后创业的时候，真的就是创意技能占了一大半。大家经过这个三天的度假时间，可能都会长胖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家庭聚餐啊，达到了八级的社交技能哦，太厉害了！我们的零五号，那我们的零六号手上还拿着这个小玩具，他在抱怨哎，为什么这里没有太阳？那我们的度假时间呢，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这个就是最后一天啊。我们在回家之前呢，帮助茶再把形象给搞一下。就我比较喜欢另类又有个性又看上去很好看的那种形象。我们把助产形象的设计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打包就直接回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我们安娜还是很想念我们的梁小只。我们的梁小只和南风其实过得还是不错的，就说啊，现在家里面就只有你们两个，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宽敞。我们安娜想在搬家前呢去 pub 稍微再休息一下，就去看一下还有什么潜在的 partner。 我现在大家都在家哦，那除了安娜一个。我们家里还是女生比较多。我们到了花见川，我们去买一点零食吧，然后再去 pub 坐一下。这是零零零，这是我们恋综的其中一位女嘉宾。我捏她的时候，我超级爱她的，因为我觉得她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像刘亦菲的五官。他和我们的安娜是可以培养出感情的，我觉得我想让他们生猴子，看一下他们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我们今天就稍微做一个前戏啊，然后呢我们再去 pop 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潜在的partner， 就是捐精者可以找。我们既然来到酒吧，就要先点点吃的和喝的。这一位男生怎么那么脸熟？他是不是外卖员呢？现在越来越多人过来。哦，这是我们的贝尔坎迪斯，这是我们之前的 partner。这个光头其实也是，哎呦，他们俩吵架了。这男的怎么回事啊？真讨厌！不睬他了。哦，这是我们的周海媚耶，没有想到可以遇到周海媚，因为她之前从来都不出门的。我们跟周海媚说一点话吧，我觉得跟周海媚也是有可能的。我
哇，这跳舞跳得好狂野啊，这动作。安娜呢就准备就跟着海梅说说话，然后再喝一杯就直接可以回家了。那么回家之后呢，就要准备开始搬新家。我们要搬到温登堡的一处比较大的住宅里面去。那我们要整理一下东西，这样子。我们助产在看电视，然后我们的助龄五也在看电视。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今天就算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也得搬家，我们计划不能够变。我们来确认，维拉尔是我们的。其实我当时在建那栋房子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个人住进去的嘛，然后就当那人是房东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新房，就很大嘛，可以容纳很多的孩子。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也是可以住在这栋房子里面的，就看他们自己了。外面还在下雨，我们安娜竟然在雨里面洗澡，天哪！哎呦，我们零五号又达到了七级的这么一个创意技能。这就是我们房子里面的目前的装修。就是我们的格局没有那么的复杂嘛，然后呢，地方是非常的宽敞的。我们有好多的儿童房，然后这是也是客厅，然后这就是我们外面就是可以游泳的地方。这是我们单独出来的一个卧室，这个卧室也是包括书房在里面的。如果说一个人想一个人待着静一静的话，就可以选择那个地方。那这是我们的婴儿房，我们婴儿孩子幼儿睡觉的地方。那这里也是，那这里也是我们大人就是可以睡在旁边，可以照看婴儿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比较少嘛，所以他们可以随便选择那一张床睡下。那这里就是我们婴儿幼儿我们少年青少年待的地方。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厨房啦，这是我们大人睡觉的地方。那后面呢就是各种的健身器材。我这么放的是因为这样子玩百骸挑战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晰，就是谁在做什么事情。那我在接下来的百骸挑战里面呢，大家会更加的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个布局和功能。这是外面的一个小小的聚会的场所。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支持，那我们下一期再见。